起初喝酸奶的还是那种大街小巷老式的酸奶，还记得当时买完在旁边喝完之后再把瓶子还给店铺的老板，觉得特别好喝，但种类非常的少。到现在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市面上销售的酸奶也多种多样，有凝固型酸奶、搅拌型酸奶、果料酸奶、纯酸奶等等，可以供人们选择。但买回家的酸奶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什么时间喝酸奶好呢？有的人说饭后喝酸奶好，有助消化的作用。日常生活中，一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在饭后喝酸奶，似乎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习惯。说这个时间段喝酸奶，可以帮助我们的肠胃消化刚刚吃进去的食物，起到很好的助消化的作用。事实上，不建议大家在餐后食用酸奶。首先，酸奶本身就含有很多热量的，如果是单纯自己家制作的酸奶，你会发觉非常的酸，根据现代人的口味，几乎很少的人能够接受，导致不管是现在市面上的酸奶还是家里自己制作的酸奶，都需要添加一些糖粉以及甜味剂，这样可以改变酸奶本有的味道，让酸奶更加的让人接受。但也正是因为这样，导致酸奶并不单纯了，其中会有不少的糖，喝进机体后不仅没有起到助消化的作用，还会在已经吃饱了的前提下摄入了不少的热量，最后导致全天的摄入的总热量摄入超标，反而越喝越会增加我们肥胖的危险。那有的人说饭前喝酸奶呢？饭前喝酸奶是推荐大家的一种做法，尤其是对于想要减肥的人群，在饭前喝酸奶，酸奶本身就含有一些能量，这时候还能够帮助我们减少正餐的使用量，增强自身的饱腹感。同时，酸奶中含有的大量益生菌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的机体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肠肠道中的有害菌群，从而调节肠道中的内环境平衡，达到保护肠胃健康的目的。除此以外，对于春天里想要提高免疫力的人群，每天喝些酸奶就很好了。最后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本身患有胃溃疡以及胃酸分泌比较多的人群，不要空腹喝瓶镇的酸奶，喝进去之后容易对胃黏膜以及肠道壁造成不同程度的刺激感，严重的还会出现腹泻、腹痛等肠胃不适的症状。各位朋友，你平时有喝酸奶的习惯吗？喜欢喝什么样的酸奶？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分享给我们的营养师。